山城镇距离梅河口市区20多公里，这里地处长白山西麓，风景秀丽。隶属于山城镇的东峪井村有300多户人家。2021年1月10日晚上9点50分，村民李先生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这个村庄的宁静。一进屋就客厅啊，或者是墙上、门上，所有地方都是血。然后屋里面，包括屋里面炕上、柜上，就是我母亲的衣服，都破破烂烂的，就这一块那一块的，还有就是头发呀、什么的，都撕扯的哪都是。就在20分钟前，李先生接到家人的电话。因为我当天晚上没在家，我老舅给我打电话说你赶紧回家。我姥姥就听着，就是说在电话里面，就是说我妈就发出那种惨叫啊啥的。李先生匆匆赶回家中，眼前的一幕让他惊恐万分。我母亲趴在炕上，就是说身上就是全都是血，当时几乎就没有呼吸了。醒过神来的李先生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同时将生命垂危的母亲送往医院。但凡有一点预料或者是发生争吵了，我肯定得说是说做一些防范，措手不及，根本就。警情就是命令，山城派出所的值班民警立即赶往案发现场，同时将案情汇报到梅河口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嫌疑人已经逃走了，然后被害人在医院里面抢救。伤及心脏了。所以说，而且是数刀，都是致命的这个部位。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案发时正值寒冬，并且夜色已深，村民基本上都已经休息了，因此案件没有目击者。根据村民们的描述，被害人是个普通农民，平时以居家为主，在村子里人缘还不错。那么是谁又是因为什么残忍地杀害了他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关注的事件，了解他的来龙去脉。宁静冬夜，凶案突发，不计后果的刀刀致命。警民联动，合力围捕，敞开口外让他钻进来，扑朔迷离的作案动机，有悖常理的逃亡线路，一念成魔，一线正在播出。案发现场非常凌乱，有着明显的打斗痕迹，桌椅横七竖八倒在地上，炕头满是带有泥土的脚印。在炕上发现带血的衣服，就是这衣服也是被破坏的，就是被用刀划坏的，有很明显的就是刀割的口子。经过细致的勘查，民警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找到了一把带有血迹的尖刀，就是农村用的杀猪那种黑色的长尖刀。这把刀有明显的锈迹，然后它的那个把上用黑胶布缠的，所以非常明显的是。经检验，尖刀上的血迹正是被害人梁某的。
显然这是嫌疑人作案后丢弃在现场的。伤及的都是被害人的这个要害部门，要害部位，刀刀致命，不计后果的。根据伤情，我们初步就判断这起不是故意伤害案件，我们初步定性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如果俩人真是偶发的情况，攮一刀也就结束了，他不可能攮到三刀。嫌疑人跟被害人之间肯定有很大的矛盾，因为之前他不止用刀来伤害，他之前还用拳头。后来鉴定的时候，被害人右眼眼眶，他的眼球已经被打碎了。究竟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让嫌疑人痛下杀手呢？民警对梁某的社会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对其亲友展开走访调查后，一个名叫孙某的男子进入民警的视线。平时以收破烂为生，之后家里有一些就是饲养的牛，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且他自己本身挺能吃苦，挺认干的一个村民吧。据了解，孙某特别爱喝酒，醉酒后就会表现出与平时截然不同的一面。他这个人比较执拗，比较内向，平时比较内向，比较沉闷，喝了酒了之后就是比较激进那种人。他是个这个被害人呢，梁某，他俩属于男女朋友之间关系，在一起生活了将近4到5年，但是梁某后期是有可能是二人性格不合，或者是发生点因为点生活琐事发生争吵。在案发前一个月左右，梁某跟孙某提出了分手，孙某并不情愿，时不时就去纠缠梁某。后期他看总来找我，不是那么回事，就把这个嫌疑人的儿子以及他的家属，被害人的家属都找到梁某家进行，就是双方第一次和谈，就是唠一唠，把这事儿就摊开了说，就是以后吧，你看我就不和你过了，你也别来找我了。梁某的家人说，那次谈话以后孙某就没有来过家里。那么会不会是因为不想分手，孙某对曾经的恋人痛下杀手呢？我们马上就组织人上这孙某家去找，去孙某家的时候孙某不在家，我们就怀疑是这个孙某干的，然后立即开始排查监控。孙某家中安装的监控视频显示，1月10日晚上9:40，孙某曾回到家中拿了一袋东西之后匆匆离开。他穿一个带有颜色的衣服，色彩非常鲜艳，类似于橘色的样子，看着身高不是太高，但是体型非常壮实结实，体格瞅着非常不错。与此同时，负责走访的民警得到一条重要线索，有人认出那把在案发现场找到的尖刀是孙某的，孙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嫌疑人给村民杀猪的时候曾经把这把刀拿出去过，然后后来我们把这把刀又给他们那个村民辨认，村民说确实就是这把刀。根据孙某的儿子提供的信息，1月10日晚上10点左右，孙某曾找到儿子，硬塞给他2000元钱，什么都没说就离开了。他经常出门，接触人员也比较多，他对社会的了解程度啊比较深，他不同说普通的老农民，一时激愤杀人，然后事后漫无目的的逃跑，他在村子里活动的空间一个监控点都没有拍到的，他都知道每一个地方有摄像头，他全都躲过了。就在民警搜寻孙某行动轨迹的时候，被害人的儿子李先生突然接到了孙某的电话。他儿子问你说叔你在哪儿了，说我在外面了，你母亲怎么样了，说我母亲那个伤势挺严重，在医院正在救治呢，然后回头说那你在哪儿，说咱们有事好好说呗，他说我别提了，我在家了，在那个家附近了，就这么说的，电话匆匆几十秒然后就挂了。随后被害人的弟弟也接到了孙某的电话，不同于给李先生打电话时的态度，这一次
孙某赤裸裸地对被害人弟弟及其家人进行了威胁，类似于耀武扬威那种感觉。平时你们总说我熊啊，总说我这那的啊，说我这不行那不对的，你看今天你们，你看着今天我就把你姐给捅死，你看着就是他就是这个意思。孙某还有死凶的可能，我们要马上开的车到的小杨乡，就我们那个山镇旁边有个小杨乡，又去的那个保护的他弟弟全家，防止他二次伤害，对于别人造成伤害。在这之后，孙某就彻底失去了踪迹。1月11日凌晨，医院传来噩耗，梁某因心脏和肝脏破裂造成失血性休克，抢救无效死亡，造成了死亡的后果。所以说，就是从我们公安局的这个讲的话哈，说就确定为命案了。首先一个步骤，按照咱们这个四门落锁，防止嫌疑人这个外逃。第二的得发动群众，群众工作到位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防止次生案件发生，第二就是犯罪嫌疑人逃跑受限了，也给咱们抓捕工作呢会带来的相当的便利。与此同时，梅河口市警方将孙某列为网上在逃人员，并发布了协查通报。通过朋友圈、电视台、广播，包括我们省台、市台，都发了。人员聚集的地方，每个村里面小卖店都发，每个村的路口都发那个协查通报，都会进行张贴，全民动员了。当时。山城镇下辖30多个行政村，村村相通，四周山林环绕，并且呢和辽宁省清远满族自治县接壤，地形非常复杂。嫌疑人孙某经常在周边收废品，他对这一带的地形十分熟悉，他一旦躲到周边的山上或者出逃到辽宁省境内，警方的抓捕工作将会更加困难。那么此时孙某究竟在哪里，是否还处在警方的包围圈内？因为这个判断将直接影响到警方接下来的抓捕计划。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行踪成谜，围捕过程一波三折，天网恢恢，狡猾嫌疑人落入法网，一念成魔，一线继续播出。为了尽快将孙某抓捕归案，警方抽调了大量警力，兵分三路对孙某进行围捕。民警首先结合了案发地的地形、交通状况等情况，设了众多卡点对孙某进行拦截。他翻山得走得很远很远，他靠体力他不会走太远，如果翻山他必须得经过这个公路，所以说我们在车站、公路这个要道地带你必须设卡。其次，民警对案发地及其周边的村庄挨家挨户进行走访，同时对田野和山林进行了地毯式搜索。当时我们考虑到很多方面，有可能就是空房。第一，我们想的就是现在有很多村民出国打工，或者出去打工了，上省外打工，或者是有空房搬到城里了，就是那种对那种空房进行重点排查。其次就是那种草垛子，我们因为冬天落那种草垛子，就是怀疑它能不能猫草垛里。其次就是那种水库那种看库房，啊，防空洞。等地我们就都进行排查。山里那个树林也很密，那一带是人工林很少，都是自然林。自然林呢，它的在沟沟叉叉都有一些灌木丛，你要是天然的人工林，它就里面都是松树那个比较多，那样就便于发现的。
天眼里你是很难发现的，因为它地域特别广嘛，它可能藏匿在任何一个角落里面，因为它就是人找人特别难，就像捉迷藏一样，人找人特别难。我们就是在那个集思发动群众，咱们按我们派出所的叫邻户联防，群众之间互相互帮互助，啊，组织群众进行巡逻防控。为了防范孙某在逃跑的过程中继续行凶，民警在走访时特意向村民强调了如何防范，把自己家屋里面东西，就是菜刀啊，就是这些就是具有攻击性的武器啊，院子里面攻击武器啊，还有衣服啊，都藏好，千万不要放在外面，然后把吃的都放在外面，家里面晚上的时候保持一个人清醒，然后遇到情况马上打电话报警。考虑到案发时天气寒冷，孙某在没有食物果腹、没有衣物御寒的情况下很可能对外求助，警方在孙某的密切关系人住所附近进行了布控。他的几个姐姐啊，包括他的远房的表亲表哥啦，叔伯哥哥、叔伯哥哥，我们都做了充分的工作。他的家属吧非常开通，还非常配合我们工作。其中警方对孙某二姐家周边进行了重点盯控，因为孙某二姐所在的村子与辽宁省清远满族自治县接壤。当时我们最怀疑的就是他上他二姐家，再通过他二姐家然后逃到辽宁省，因为以前我们很多命案逃犯逃跑路线都是通过辽宁省接壤，然后通过辽宁然后逃跑。1月11日下午，警方接到群众举报，称一名体貌和衣着特征都与协查通报上的嫌疑人高度相似的男子出现在了附近一座山上。民警立即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追踪而去，追了四个山头，我们抓他也跑，他以为他偷木头，我这偷木头，哎，我这偷木头，人抓我来了，然后一直跑，一直跑到自己家里面，我们给他找了，给他追上了，追上之后一看，哎呀，这也不是啊，当时白高兴一场。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警方还调集了大量警犬辅助民警的工作。奇怪的是，警犬带着民警在案发地和周边村庄之间反反复复兜圈子，难道孙某并没有走远吗？警犬它跟的是嗅源，它这片有的嗅，就是这片山有它的嗅源，所以就跟着，但是警犬判断不了它是来还是去，是往回来还是往出走，那判断不了，警犬判断不了。咱们只能通过这个警犬跟踪确定它大体逃跑方向和大体的位置跟这个情况，咱们对这个它逃跑的地方进行搜捕。1月12日早上6点多，民警得到线索，孙某曾于2小时前出现在距离案发地几公里外的西花园村的一户村民家，想找点食物果腹。一敲门，老两口反正惊了，因为我们宣传到位了嘛，大伙都知道他干啥了，知道他杀人了，然后就没敢给他开门。但是老两口恰恰就是没敢报警，就是不是没敢报警，是忘了报警，害怕忘了报警了。第二天早上才打电话报的警。当民警赶到西花园村时，孙某早已离去。遗憾的同时，民警也更加坚定了抓捕孙某的信心。围捕工作吧，只是把他定位在包围圈里面了，就是防止他外逃。根据警犬追踪，还有我们包围圈设置，就是还有他那个，就是还有第12号晚上那个线索反应，就是我们认定他肯定在我们包围圈里面了，肯定跑不出去。1月12日下午，天空飘起了雪花，恶劣的天气使得警方的搜捕工作更加艰难，但同时也让藏匿在野外的孙某更容易暴露。
我们也考虑到他走之前他身上给随身携带一些食物，但是他走两天了，没有任何老百姓报说家里面东西丢了，而且冬天外面，冬天东北冬天外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吃的，没有可以什么可以吃的东西。当时我们就是分析他，他肯定得回去再找吃的。基于这个想法，警方做出决定，明面上撤掉一部分布置在案发地东峪井村的警力，给孙某造成一种有机可乘的假象，但暗地里加强戒备，同时加强周边村庄的搜捕，逐渐缩小包围圈。你不能把他逃跑逼向绝境啊，得让他回来，你得敞开口袋让他钻进来，这样我们不就是抓获他，不会省时省力，同时也是给他让他逃到咱们设定的区域内，这才是咱们真正的这个目的。1月13日上午，孙某的好友王某长时间在自家门前来回走动，神色慌张，还时不时就往屋子里瞟一眼。这一反常举动很快就引起了民警的注意。难道孙某就藏匿在王某家中吗？这一猜测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孙某在那说：“我太饿了，我太饿了，一天一宿没吃饭了，我整点吃的。”因为这王某和孙某平时关系非常不错，王某就给他做了点吃的。之后呢，孙某在他家的炕上就睡觉了。他逃到他朋友的时候，他已经精疲力尽了，就是不管不顾了。他这个朋友呢，后期呢也害怕了，怕呢这个也嫌疑人呢再将他杀了。所以说就非常反常。咱们得知他隐蔽在其酒友家，我们派出所和刑警的同志就按照领导的指派对其进行抓捕。刑警作为中坚力量，他是进行抓捕组，我们是派出所是警戒组。刑警人从同志是从后他们家的他酒友家的后院跳进的那个他那个酒友家的房子里，我们呢是民警布控在他家这个就是他这个房子周围，防止他抓捕成功逃跑。在警方对孙某展开围捕的60多个小时后，民警成功将走投无路的孙某抓捕归案。先生当时正在睡觉，就也听点动静刚醒，人刚醒肯定得反应一段时间了。然后我们进去了，也没给他反抗力气，特别快。孙某被抓获时，警方从他的身上搜出了一把菜刀和一把壁纸刀。面对讯问，孙某没有做无谓的抵抗。很快他就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作案过程。每当民警提到被害人梁某时，孙某的情绪就会变得非常激动。那么在孙某和梁某这对恋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纠缠失去，他因爱生恨，最终痛下杀手，一念成魔。一线继续播出。孙某和被害人梁某住在同一个村子，两人很早就认识，平时虽然没有太多的交集，但不善言辞的孙某一直对热情开朗的被害人心存好感。2016年，两人在朋友的撮合下确定了恋人关系。像两口过日子肯定有争吵，争吵以后吧，就是梁某总喜欢把家里人牵扯进来，断两口子之间的官司。他们弟弟经常家属经常参与二人之间生活那种琐事儿，发生争吵的事儿，就是在一起总家属总来介入，总想去真的掺和掺和，是这样的。完了就导致孙某就对他们意见非常大。一开始孙某和梁某还能彼此包容，
但是最初的激情褪去之后，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2020年年底，被害人梁某向孙某提出了分手，却被孙某拒绝了。在一起过这么多年，你花这么多钱，要不你咱俩就继续过，要不你就把这个当时在一起生活上你给我花的钱，你返回来给我，你把钱给我。孙某的本意是想通过这种方式逼迫女方放弃分手的想法，继续和自己过日子。然而他的态度却让梁某非常生气，更加坚定地要和孙某分手。女方的意思是我们在一起好了很多时间，那你情我愿的啊，你给我拿些钱，有些钱是我们一起花的啊。男方说的意思就是说，孙某说的意思是啥？你花我钱了，你的大哥给我一直好下去。其实男的不差钱，他就是抓到的时候，他银行卡里还20多万，然后家里面还有一个两头牛，也价值8-9万。主要还是不要离开他，在一起在保持一种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这可以说他俩这事是由爱生恨。此后，孙某屡屡纠缠，想挽回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然而他的出格行为却让被害人很是痛苦。于是，被害人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双方亲属，希望他们能劝劝孙某。双方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激烈的言语冲突以及肢体冲突，只是闹的就是最后的结果，就是说孙某这个嫌疑人孙某不太满意。他兄弟他们都来了，说是不行，你俩不合适。当时我说好，我就怀恨在心，说句心里话，我就收拾你。被害人决绝的态度让孙某极度失望，也就是在这一刻开始，他内心的疯狂冲破了理智的防线。尤其是在看到被害人在离开他以后没有表现出丝毫不舍和难过，更让他内心感到不平衡。孙某一直以来对这事耿耿于怀，只是说没有一个就是切入点。那天借着酒劲，有可能借着酒劲儿，他把就是这些心里压抑的这些怒火就爆发了，之后就回家现取的刀，完儿在这个就是梁某的大棚子里进行蹲守，啊，就是蹲着等着。被害人打完麻将回家，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他再从保安棚里面出来，然后拽着被害人的头发，先是一拳给被害人打倒了，打倒之后又把被害人拉到屋里面，因为他仇恨已经很大了。当时就是想捅死他，然后所以扎的选择地方就是非常准确。在孙某殴打被害人的过程中，被害人曾拼命呼救，也曾请求孙某放过他，但此时的孙某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嫌疑人说，你身上穿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买的，这些衣服都是我买的，既然我得不到那人，这些东西你也不要了，我就毁了他。所以他把他身上的衣服用刀全都给划坏了，然后把衣服拽掉了。最终，被害人在孙某的疯狂殴打下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倒在了血泊之中。清醒过来的孙某仓皇逃离了现场。案发以后，他往那个我们当地那个属地派出所打过电话，但是电话号他少拨了一位，他正常电话号是4811110，他打的4811110，少打这幺。之后，他有这个打电话的这情节，但是没打通。冷静之后的孙某也想过投案自首，但最终还是走上了逃亡之路。临走前，我们通过视频监控看到他揣着一个东西，后来到案之后，咱们知道他拿的是饼干。由于他婚姻比较不幸，他对他儿子就感觉到有些亏欠。他的儿子呢，是他最挂念的，他给他儿子塞了2000块钱，然后就走了。躲避警方追捕的这几天时间里，孙某很快就把从家里带出来的饼干吃完了。于是他白天藏匿在树木茂密的山林中，晚上就悄悄下山寻找水和食物。他在一个空地不会待停留很长时间，
而且是他藏匿这个逃跑的过程当中，最不利的一个条件是啥呢？这个季节，东北的都在这个地里是玉米盖的垛，他藏在草垛，因为你那个很多很多草垛，你清查搜查过了之后，他在这个草垛里看到你民警到那个草垛里之后，他就会躲到另一个你搜查过的草垛里，他给你打游击战。但是，面对警方设下的天罗地网，孙某最终还是没能逃出去。他自己犯事了，自己身边没劲了，跑这么些天，然后也特别累。然后就是抓到的时候，他倒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就是，哎，终于不用再跑了，终于不用再藏了。现在的法律讲究宽严相济，一旦发生这个犯罪行为了，就是及时的投案自首，可以说争取这个宽大处理。你外逃，你也无处藏身，无法逃脱的，最终被抓获。讯问中，孙某反复强调说自己有想过要去自首，但是都没有付诸行动。其实有的嫌疑人也有过和孙某类似的想法。那么如果自首，对最后的量刑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根据我们刑法的规定，就是犯罪之后自动投案啊，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他就可以成立自首。那么我国刑法对自首的规定主要分成了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一般情况下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二种就是如果自首的犯罪分子他的犯罪本身是属于较轻的这种情况，那么也可以对他免除处罚。讯问中，孙某还强调说，梁某提出分手，但是不愿意归还自己在他身上的花费，这也是导致了矛盾激化、悲剧发生的一个原因。那么，在男女的交往过程中，应该如何妥善处理彼此之间的经济关系呢？我们来听听中国政法大学刘智慧教授的解读。现行法律呢，对于恋爱期间双方互赠的这个物品，如果说最后分手，是不是可以要求返还，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但是如果说这个双方互赠这个礼物是以这个结婚为目的，尤其是已经构成了我们法律所规定的彩礼，就是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话，那我们法律呢是有明确规定，在有几种情形下是可以要求返还的。比如说对于彩礼双方没有办理这个结婚登记，或者说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是没有共同生活的，或者说这个你这种结婚之前的这种大额的这种彩礼的给付结果导致这个给付一方生活很困难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法律是明确规定这个请求返还是应当予以支持的。但是对于恋爱双方为表达爱意所赠送的一些小额的礼物，很难说是以结婚为目的的。那么这种情形呢，一般请求返还的这种主张，法院是不会支持的。其实，在生活中，人和人之间总是会因为各种原因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矛盾。面对问题，我们应该做的是双方一起平心静气地把事情说清楚，必要时呢，也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问题，而不是放任矛盾的积累，最终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爆发，害人害己。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